大家好，我是夏天。我今天呢和我的朋友，朋友呢出来逛商场，然后刚刚骑着小单车来到了大悦城。那我们现在呢正在吃这个鱼火锅，超好吃。这也是好久好久我们才一起来外面吃饭这个样子。对，怎么当时吃出来都是咸的，就是原本就有这个味道。对，就是吃这个烫的，如果再吃那个别的，然后你就会受不了。OK， 一个吃了，开始吧。我们现在已经吃完饭出来了，然后现在准备去逛一下商场，已经好久没有在大悦城这样逛商场了，所以嘿，又是开心的一天哦。到家了，然后今天下午逛街啊，然后吃饭啊，散步啊，其实差不多走了10000多步吧。因为是穿的拖鞋，所以自己的小腿还是蛮酸的。然后我又开启了瘦腿模式，哦不，准确来说是放松腿部的模式，依旧是把腿放到墙上那么高，嘿。然后看，这还是上次手上的那块地方，已经这么都长好了。好啦，我要去放松自己的脚啦，拜拜。